8月27日，微博平台与赵丽颖、王一博双方工作室就粉丝引导管理相关问题进行约谈。站方认为，作为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对粉丝的行为应当负有引导责任和约束义务，但近期双方工作室均未能及时有效地引导和应对粉丝的不理性行为，致使粉丝出现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拉踩、互撕等现象，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并从四个方面进行警示和沟通。一、传达中央网信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文件要求。二、强调主管部门要求网站平台对明星及经纪公司、粉丝团、后援会等网上行为的管理责任。三、要求明星及经纪公司加强对粉丝群体的正面引导和约束能力。四、要求明星及经纪公司对有恶意行为的非官方粉丝组织和非理性行为要主动报告平台，并配合平台管理。文中还提到，以上要求不只针对两家工作室，还会面向全平台明星及经纪公司下发。